空气不要污染。罗铁方，因为一个用肉身抵挡那个脏空气的概念，就是希望吸引大家的目光，然后让更多人去关注这件事情。对，上午就是路跑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正视这个空污的问题。那么星期一就是不久之后呢，我们云林县的。就是禁止燃烧石油加跟煤的草案要送到议会，那我们也在这边呼吁说，这些议员们能够去重视这个问题，尽快的把这个议题排入程序委员会，然后赶快的通过，让云林呢赶快禁止燃烧生煤跟石油焦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健康的空气。啊，所以针对拄啊副馆长讲的，咱的禁烧石油焦与生煤吼。其实这部分已经上程序委员会了，啊，那个人是认为就对吧？我嘛一定会全力支持，甲大家徛做伙的吼。啊，至于中央这方面，也希望，阮相信吼，咱的立法委员刘建国吼，嘛是甲咱所有的团团徛做伙，啊，共同为着咱的空污吼，台湾要干净的空气吼，啊，咱共同来努力吼。啊，未来赶快，那咱家的团体吼，也是咱家的好朋友，那有需要。但大家到无用的所在就对了。针对空污，我们永远站在一起打拼，啊，我们永远支持。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要讲话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，因为我就想说，如果我们有一天就一天到晚要戴口罩，那一定我们可能会变个样子，就是第一个我们可能会缺氧，第二个我们以后在路上彼此会不认识，也就是说空气这件事情绝对跟我们有息息相关，空气不好才是真正的国安问题啊！好，所以社区大学全国有80几所哈，我们其实大家都一起在关心这件事情，关心我们的空气问题哈。那这样一个严重的国安问题，我们希望不管是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，都应该一起哈提出最积极的方案来，让我们的所有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哈，都要呼吸好的空气，好，然后。能够让我们的那个生活的品质能够有更好，特别是空气这件事情哈，那我想我们社区大学一定会去努力在这件事情上头，好，谢谢。刚刚几位年轻人，这也是我们的未来的希望，我实在很替他们担心，因为他们刚刚换气的这个过程里面吸入了。更多可能对他们身体有威胁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子，请你看看我们这些年轻人，他们愿意站出来，这也正表示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团体，包括全国社大，包括我们云林，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团体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分蓝绿，不分各个党派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要求我们要有干净呼吸？当然这件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来做。我特别要跟大家报告。我们今天这个联盟叫做台湾要干净呼吸连线，因为我们发现光是我们斗六做不够，我们呼吸的空气可能从台中来，可能从嘉义来，离我们很近的埔里他们更惨，因为他们境内似乎没有什么大型的工业污染源，但却呼吸了全台湾最糟的空气之一，所以我们一起连线，跟全国社大，跟我们很多的云林的光明的行动联盟，跟我们的环保联盟，跟野鸟协会，跟我们云林爸妈要干净呼吸联盟，我们一起希望政府，希望民间，我们一起来做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早点能够呼吸到真正干净的空气。
我们是韩科大大四的学生，那这是我们的专题作品。那那时候会找到这个主题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边四年，那刚好接触到那时候空气污染，我们来这边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云林空气品质不好。那为什么不好？所以我们就好奇，然后做了这个主题。那深入了解之后，我们运用九张海报来做设计，运用三个不同的复合式媒材，铁片针，然后以及荧光剂，那分为三个主题：人、事件以及代价。那我们运用铁片具有锈蚀的特性，这表达着工厂所排放出的废气具有腐蚀性，对我们身体的伤害，具有大量的有害物质。那我们运用铁片来做比喻，然后我们运用针尖锐细小的特性，代表着浊水溪的养成。因为人类的盗采以及利用，那使得附近居民也受到伤害。之后我们运用荧光剂来做呈现，荧光剂具有若有似无的特性，那就代表着我们运用雨水也会因为空气污染酸化，那酸化后的雨水吸入到土壤之后，其实会间接的影响到蔬果。那蔬果受伤之后，这边是农业大县，运送到全台湾，其实大家的身体也会受伤害。那以上是我们九张海报。打击空污，打击空污，拒绝蛮害，拒绝蛮害，要干净，要干净，要呼吸，要呼吸。